C'est un problème. Oh, il y a un homme d'un sort.嗱，嚟到呢一刻，我都系应该会净系用我只法宝。好少见嘅术士，咁佢有张术士都好似犀利，咁耐排。末日锤。蜘蛛君，我起手唔理想啊！换嗰两张小鬼召唤师翻嚟支持，好怕法师。如果实时玩，佢玩速攻如人，我都几系，你好啊，朋友。冇办可以出啦。我有教定系二人，麻烦嘅二人一只，三颗仔有咩搞啦？然后 hit 住一下，三颗放少嘅召唤师，他要选择打我定系解我啦？因为实时解牌其实都几多下，发质。莫负山，呢啲几麻烦嘅嘢，廿四血，可以出到无角色同打下去。唔系呢一刻需要用住，好多只啲，其实佢有地狱烈焰噶啦，应该呢一刻如果佢真系有忍手嘅话，佢要打小精嘅。打一个回合可以有更加好嘅方法，就系可以巨人再加闪电战或者其他嘢。如果有幸嗰啲牌仲喺度出现嘅话，啊，系对付我啦！剑无虚发，哇，好多猫头鹰，好多细牌佢。可以点啊？食到元素咩？我识海巨人咩？唔系打穿佢，你可以同佢飞咁一啲。黑暗来临吧！睇佢点搞法啦，六 cos， 我有两只大仔喺度，下弯我超想四点，即下弯得两 cos 用，一系出暴行，一系出闪电战。
佢 out 噶啦，如果佢夹硬解，佢就蚀晒台面上面所有嘅嘢。系咪想用晒所有嘅解我一只咧？咁啊，唔有用咯。我最开心啦，见到呢个。我暂时冇乜嘢可以做嘅。大家嚟搞一下先，順便坐一坐牌下個回合七 cost， 可以做嘅嘢閃電戰解粉又得，有咩緊要嘅？大力進擊又得，331/7又得，抽牌機制必須噶啦。我早上都很想睡，让黑暗来临吧。你今天来哪方呢？打游戏。佢冇坦同埋冇呢一下解我哋海巨人，咁其實佢都幾困難嘅，佢剩翻六 boss。嗯。冇正路嘅呢個。Something.